探索文字的力量，体验生活的深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探究中年女性的话题。最近，在网上有人分享了这样一个观察：42岁的同学聚会上，大半的女性已经不再工作。她本人42岁，曾就读于当地顶尖的一所高中。她的同学们毕业于全国顶尖的985和211大学。他们都曾拥有体面的职业和不错的生活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经过20多年，许多女同学已经成家并育有孩子，但很多人已经离开了职场。超过一半的女同学要么成了全职主妇，要么像她一样做着没有前途的工作。仅剩的少数则在体制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功，比如成为副行长或在央企担任高层职务。这一切背后是无尽的谨慎与努力。他们没有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丧失职业前景，没有因为家庭与职业的冲突而中断职业生涯，也没有因为怀孕和育儿而在职场上停滞不前。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使那些希望职场晋升的女性只剩下两种选择：成为职场妈妈或放弃职业发展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职场之路没有暂停键。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她刚找到一份新工作，满怀激情想要证明自己，但不到一个月，他的一位44岁的新同事就被裁员了。人事部门的解释是项目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。这位年长的新同事因为年龄或新人的双重身份，无法逃避这一命运。虽然他留了下来，但他并不感到高兴。我比他还大一岁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很快接到类似的通知。十几天后，他也接到了部门主管的通知，无外乎那些话：项目不需要那么多人，他可以离开找更好的工作，或者留下来接受降薪。命运何其相似，摆在44岁姐妹面前的选择也出现在她的面前，虽然迟，但不会缺席。中年女性的职场之路似乎就是无路可走。人到中年，大多数女性早已成为职场上的边缘人。仔细想想，这样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20出头初入职场的时候开始的。无论单身已婚，有没有对象，永远会被问到的面试问题：现在有对象吗？什么时候结婚？有没有备孕计划？是在30左右有了婚姻和孩子之后继续的？会担心你生孩子会不会影响工作？会不会因为孩子频繁请假？会操心你因为孩子生病、上学等各种琐事不能接受隐形加班，随时随地完成工作？更害怕你因为怀孕休产假导致人手不足，损失太大。而当你解决了公司以上所有顾虑，熬到孩子能走路了、上学了，熬到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养活一家老小的时候，人已临近40岁，有了最稳定的生活状态和最迫切的赚钱欲望，职场却需要更年轻的血液，以至于中年女性却被困在婚育里，不生怕逆生，生育即事业。最近，身边有一位朋友还在找工作，她是一位宝妈，丈夫和孩子都没有在身边，暂时和家人分居两地。本以为无事一身轻的她，找工作能顺利一点，却依旧没有逃过职场上的各种歧视。比如前段时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上班半个月以来，却总被公司怀疑老公孩子不在身边，她是否真能稳定待在公司。即使她工作上在努力，这份怀疑和不满依旧从言语延伸到行动上。她被离职了，重新投递简历找工作，依旧也是如此。对方总是询问他的家庭问题，对专业能力一字不提，仿佛有了家庭之后，他的简历上便只剩下大写的两个字：妈妈。女性本身就承担着多重角色，在职场上是打工人，在朋友面前是伙伴，在家里是女儿，是妈妈，也是自己。但有了孩子，所有的身份标签淡去，女性做不了孩子，只能成长为妈妈。在职场上，被用人单位担心是否会无法平衡母职和工作问题，在自己的身上也常常会因为孩子舍弃职场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工作没了还能找，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不再，这样的观念依旧扎根在不少宝妈的心中。他们在职场上一步步往后退，最终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：做个好妈妈，承担应有的代价。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，养育孩子需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，还包括大量的时间和机会成本。在孩子0到4岁时，这些成本的叠加会让女性工作时间减少2106小时，
成本约为 6.3 万元。家不是一个人的家，这个情况本不应单独出现在女性身上。照顾孩子，建设家庭，本就是夫妻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，但最后还是女方一力扛下。一方面是传统的观念，默认男主外女主内，照顾孩子本应当由妈妈完成；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条件的限制，不少家庭男性能创造的收入更多，对家庭的经济助力也更大。在《事业还是家庭，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》一书中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总结。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，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，男人成为了顶梁柱，女人成为了贤妻良母。从此办公桌变成了家里，工作成了总也扫不完的地，做不完的饭。曾经看到一个妈妈本有机会重返职场，当了15年家庭主妇的她，找了一份在商场百货下的工作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一周6天班，工资4000不到。原本都谈好了，既然夫妻双方都在工作，那家务活也要一起分摊。但一段时间后，家里还是乱了起来。一是生活开销的增加，由于家里没人做饭，一家人少不了点外卖下馆子，每个月开销多出2-3千。二是家务导致的夫妻摩擦，原先答应做家务的丈夫做了一段时间后便借口公务应酬不回家吃饭，做家务也是敷衍了事。为了这事，夫妻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，争到最后他还是退了一步，辞职回家继续做家庭主妇。在孩子漫长的成长过程中，短期的离开职场最终演变成长期的选择。因为工作不好做，更因为家里不能没有人做家务。家庭本不会阻碍女性成长，但繁忙的家务育儿工作一定会困住一个人的脚步。在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到，成为家庭主妇并非总是一条顺畅的道路，尽管面临诸多挑战，许多女性甚至男性也因为现实的各种压力而选择了这一角色，但这绝不意味着家庭主妇的生活充满了悲剧。实际上，每一个危机都可能是转变的开始。例如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近提出了在全省推广妈妈岗的计划，这一举措旨在为女性开辟更多的就业机会，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育儿责任。社会也正在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兼职机会，一些人成为了社区服务人员，其他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了自媒体创业。正如作家金维纯在其著作《人生只有一件事》中所言，要将中年危机转化为中年机遇，改变生活之前，首先要改变自我，突破困境的关键不在于一夜致富，而在于拥有改变命运的勇气。第一，学会放手，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。家务永远做不完，但不必由一个人独自承担，与伴侣共同分担家庭责任，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，这样你才能腾出手来探索新的人生可能。二，等价交换，增加自己的筹码，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劣势，发挥自己的长处或兴趣爱好。如果擅长针织，可以做点小手工，如果擅长收纳，也可以转而成为职业收纳整理师。即使一无所长，也要给自己找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先付出精力时间，才能在职场上立于不败之地。三，把人生的挑战当作一场体验。常有人自嘲女性重回职场的尽头是吉祥三宝，保险、保育员、保姆，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，一个人需要的不是面子，而是从低谷中爬起的勇气。工作没有贵贱，放下面子的人才能走得更远。48岁的陈女士在经历公司破产之后，投递了上百次简历，经历了2次离职。她面试过教育机构的前台，被嫌弃年纪大，当过房产中介，见识过客户的蛮不讲理。后来她看到了同龄人在网上卖毛线，直播教学织毛衣时，她想到了自己的爱好，把自己制作的小包、小公仔和耳环戴上，到地铁口售卖，入账190元。钱虽少，但这是一个开始，他对未来已有了更多的信心。向上走的家庭是各司其职，不互相计较。向上走的女人永远不会放弃适应土壤的能力。李安没有成为家庭主妇，女性的终点也未必只有全职妈妈一个选项。人生只是阶段性的调整，你可以是全职妈妈，也可以是职场妈妈，不需要愧对孩子，也不需要放弃自己。孩子有自己的人生，而女性在妈妈身份之外也依旧拥有无限可能。
正如在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时，当当董事长鱼鱼的回答，我没有太追求，就是这段时间要专注什么，就把这件事办完。等下一段时间，我缓过一口气来了，我就干别的。生命很长，可以容纳不同的人生选择，不需要划定标准，更不需要为此设限。女人的每一天都是尽力而为，无愧于心，做好自己就好。点个赞，愿往后生活皆是坦途。40岁的你们正在做什么？是否因为什么离开职场？求职路上遭遇过什么？在家庭工作方面有什么心得？对于未来又有什么计划吗？欢迎来留言区和我们聊聊，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吧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启发。如果喜欢，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一起探索更多人生智慧。下期视频见。